夜忆舍弟，杜甫。涉谷断人行，秋边一夜深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寄书长不达，况哪位休兵。涉谷断人行，秋边一夜深。涉谷断人行，秋边一夜深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寄书长不达，况哪位休兵。寄书长不达，诗的开头四句写景，看似与异地无关，实乃字字异地，句句有情。望明月，闻树谷，听雁声，见寒露，无一不使作者感悟伤怀，引起思念之情。全诗层次井然，结构严谨，首尾照应。未休兵则断人行，望月则忆舍弟，无家则寄书不达，人分散则死生不明。一句一转，一气呵成，把怀乡思亲之情表现得如此凄楚哀感，沉郁顿挫。